我行国中应邀参加捷克布拉格世界音乐艺术季，将以家己其管乐指导的精神，宣传着台湾在地的音乐，办国际交流，也拓展着学生的视野。家己其是管乐指导，北京管乐团前进布拉格世界音乐季，今仔日举行授旗典礼。家己市长涂新铁、副市长郝宗文、外交部冯家兰办事处处长刘英斌，以及嘉义市议长萧淑丽、副议长郭明斌，嘉义市家长委员会也拢到场来为学生来加油打气。国际观，台湾心，嘉义情，这个是我一向一直推展的。做一个现代的都市，要有国际的视野。那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北新国中的管乐团今年要代表台湾，台湾的 top 要到布拉格去国参加布拉格的国际音乐节。希望他们这一次去啊，能够交到朋友，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管乐的一个水准，也能够在意归国。指挥老师曾英安表示，这届总共有39位学生来参加表演，演出的曲目包括着台湾不同年代的代表作，其中有《可爱玫瑰花》《快乐的出棚》《歌山青》，甲台湾乐团五月天的歌曲。搭配着的歌舞以及旗队，展现台湾的创意以及嘉义人的热情。那么，我想这是一份荣耀，也是一份使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国际艺文交流，这也是我们外交工作重要的一环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各位同学可以说是身负着做好国民外交的这个使命跟任务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借由各位同学优异杰出的表现，让我们管乐之都美丽嘉义被全世界来看见。涂新铁市长表示，这回北兴管乐班参加捷克布拉格世界音乐艺术季，代表嘉义市前进欧洲，更是管乐实力受到国际瞩目。期待学生透过管乐的演出，让更加多人熟悉台湾文化，为国争光的同时，也增加国际交流经验和视野。世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